我是何灵，接马先生绵阳府官邸。马先生，有件事情跟您汇报一下。是，马先生。马先生很快从绵阳十八军军部赶回来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你的条件他全部都答应。谢谢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。戎栈很安全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带你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休息。哪里？将军衙门监狱。你们想抓我？我是想保护你，罗仁兴。假设你的情报没有价值的话，你应该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地方。我很清楚，将军衙门监狱是政治犯等死的地方。但是，你们要向我保证，就算我死，也要让我死在美国，我自己家里的床上。请。小梅能挺过审讯这一关，到将军衙门，或许我能帮忙。石彦兄啊，这么早有什么事吗？进去说。请请请。啊，这么早啊，有什么急事？请吕兄帮个忙，我要去将军衙门监狱走一趟。这种事还要我帮什么忙？你直接去不就行了吗？吕兄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你知道我没有特别通行证，是进不了将军衙门的。我也没有特别通行证啊。吕兄不厚道，那天在小酒馆你可是亲口告诉过我，将军衙门监狱你是有办法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叶兄真是好记性。兄弟不会让吕兄白心一点。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怎么，小妹我们将军衙门监狱了？我怎么没有听说呢？若是小妹的事情，哪会只有这么一点儿？那叶兄是？
李兄，你最好不要问。那我就不问了。我试试看吧。以李兄的人缘交际，肯定会马到成功。叶兄，你这是不给我一点退路啊？好吧，这个忙我帮了。打算什么时候去啊？事情非常急，今天上午必须去。那这样吧，一小时后，咱们在监狱大门口见。那就多谢李兄，告辞。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，何必那么客气呢？叶兄，慢走啊。来，于飞，来得正好。我有情况向你通报。昨天晚上，我们的诱捕计划成功了。叛徒是罗仁贤。这个罗仁贤，让他给逃脱了。好在他并没有掌握我们多少机密。我已经通知二愣，让和罗仁贤有关系的人马上撤离。情况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乐观。罗仁贤一大早就到了荣寨，他告诉何丽，他已经掌握了我党最高的密电码，而且。他已经知道你就是小影的直接领导人。我马上通知上级停止使用最高密电码。老李，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还有一线希望。罗仁贤向何林提了很多条件，但是他不相信何林，他要等见到马成峰才开口，这给我们争取了时间。说说你的想法，来，坐。想法很简单，我去干掉罗仁贤。在保密局？不在。何林把他保护起来了，现在关在将军他们监狱。玉飞，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。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如果你干掉了罗仁贤，你也就完全暴露了。况且将军衙门监狱戒备森严，你是无法脱身的。不，我不同意。老李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生死不重要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听我说嘛，我们必须搏一下。如果罗仁贤出卖了你，你在这里的工作将全部陷入瘫痪。起义部队都是和你单线联系，而且他们只信任你。如果你有个意外，我们的策反工作有可能前功尽弃。老李，人民还等着解放呢。于飞，你有具体计划吗？进来。罗先生，您的早餐。哦，放这儿吧。罗先生慢用。啊，哎，典狱长，请等一下。叶雅颖带过来没有？还没有。何站长说要等您和马先生谈过之后，由马先生定夺。马先生什么时候到？刚打过电话，正在回荣的路上。知道了，谢谢。考虑考虑，没有时间考虑，听我的，马上行动。老赵，组织二愣马上出城，联系游击队，
在绵阳镇成都公路上设伏，阻击马成峰，迟滞他的前进速度，给潘氏同志争取时间。是。如果12点还没有我的消息，你们要马上转移，请把我的父母也带上。等等，玉飞，保重。再见。就是老兄你了，换了其他人，就是给座金山，我也不敢让他们进来。咱俩什么交情啊？过命的交情。开玩笑的，有了这个通行证，整个将军衙门监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老吕啊，我知道有你就有如天助。我是第一次看你发脾气，真挺吓人的。哎，我这个忙可帮到家了，你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别。哎，什么？吕兄，这件事还没有完。干什么？陪我去一趟。我去干什么呀？走吧，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坐一条船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共产党，简直没法说。哎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先生命令，快速前进。长官好，请出示你的证件，请把配箱留下。我这可是一把好枪，放好处。是。注意点啊！
带过来。林兄来了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总裁侍从叶雨飞，现在借调到荣战做副站长。啊，林兄，这位就是威典队长。哎呦，幸会幸会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叶侍从大驾光临，卑职荣幸之至啊，请到我的办公室稍事休息。威典队长，不客气。兄弟还有公务在身，叶兄，魏典狱长这么热情，我看咱们还是到他办公室坐一坐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叶侍从，这边请。请。老弟，我这还得请老兄在上峰面前美言呢。好说好说，魏典狱长恪尽职守，早就应该提拔了。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兄弟我身上。我这备了薄酒，一会儿请叶兄、吕兄一起用餐。太客气了，那咱们就，我们这里还有点事儿，要不咱们就先……哎呦，看我只顾聊得高兴了。请随我来。好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不要紧张，我来看望看望你。坐。老吕啊，你也坐。好，那你们谈啊。什么手？你多虑了。哎，小洛，你坐坐坐坐。我知道你是共党。你怎么知道？柏林告诉我。我妹妹是不是因为你才被共党利用工作？不是，大哥，
真的不是，真不是。你们是亲戚啊？现在还不是，他是我妹妹的男朋友。那还不都一样吗？告诉我，你想救小影出狱？是，我就是拼死也要救出小影。我说你傻不傻呀？你这是自投罗网。你不但救不出小影，还把你自己搭进去。大哥，我不明白。进了将军衙门监狱的政治犯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。何林把你关在这里的目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会拿到他想要的东西，而你永远也别想出去。吕兄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？是是是。小罗，你舍身救小雨，有情有义。我代表全家，谢谢你。啊不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如果你能救出小影，记得哥说的话，一定要远走高飞。但是，如果你救不出来，也许你就……宇兄啊，我觉得有必要喝一杯。喝一杯，不管小罗能救出我妹，还是救不出我妹，我们都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。啊，是啊是啊，小罗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应该喝一杯，是应该喝一杯。哎，小魏，拿瓶酒来。马先生，我是何林。天山在哪里？他在将军衙门监狱，那里很安全。共匪在迟滞我的前进速度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你马上过去看一下，确保天山安全。是。亲自给小罗倒上这杯酒。坐坐坐，坐会。救出我妹妹，那这杯酒就是我给你们的送行酒。如果不幸，那这杯
就该是我们的壮行军。干了，来。小罗，我要再次谢谢你。不，大哥，别客气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。 大哥你说。你听说过共党的磐石吗？听说过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他。这个人现在就坐在你面前。我就是磐石。你就是磐石。可已经晚了，你已经没有机会去向何林告密了。罗仁贤，你这个叛徒。又上你们的当了，我们共产党水太深了。你这是帮助我们工作，是在赎罪。哎，叶兄，你不会栽赃给我吧？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我们答应过你，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快走。我是典狱长，哪里？荣战何林。你干什么去了？贵站的二位副站长要见罗先生。吕红如、叶雨飞。是的，马上逮捕他们。老李，老李。
何站长，请留步。一定要救活他。好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。执行预定方案，准备分散撤离。是。厅长，厅长，于飞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参谋长，哟，通知室内所有医院周围的哨卡，让他们迅速查明，他们被送进了哪家医院。是。喂，马上给我通知各单位，查清楚叶宇飞和李鸿儒被送到哪家医院，要快。医生正在全力抢救。看来天山掌握的情报很重要。攻打孤注一掷不计代价的灭口，我命令你外送内线，等着他们来营救。马先生的意思是，共党如果来营救谁，谁就是共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。是的。如果共党两个人都营救，那他们两人都是共党。是，卑职明白，卑职马上去安排。老大，李先生来了。李先生。你打宇飞那枪有把握吗？老大，等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你逼着我开枪打自己的结拜大哥，现在虚情假意地问大哥情况怎么样，到底啥意思？子弹不长眼，要是叶大哥有三长两短，我这孽做大了。老大，闪一边去。姓李的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叶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和你没完。报告，进来。厅长，有消息了，少爷和李鸿儒都被送往陆军医院，两人都已经苏醒。知道了。厅长，是不是派人把少爷抢回来？人肯定要救，但不能操之过急。那我先去安排一下。查房。站长，那个医生很可疑。让他去。明白。查房。听清楚了，一旦遇到危险，马上撤到这里来。谁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好，
今晚的行动务必把人救出来。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个李红龙呢？你相信李红龙是共产党？执行吧。是。这里交给你了，放心。注意警戒。醒了，这是哪儿？没有伤到要害，休息几天就可以康复。把叶副站长请来。你醒的正是时候，我请你看一场好戏。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。投罗网的，准备。你和我拿过吗？
为什么要背起行囊？别问我到底要去向何方，前方的路荆棘密布，只要有信仰就不会迷途。我喜欢孩子们脸上的笑容，也喜欢满山拨开满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，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，艰难和苦寒都只是磨练，过完了严冬，春天就来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，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，艰难和苦寒都只是磨练，过完了严冬，春天就来了。